首先向前行四步，再自转，再向前行五步自转，跟住向右行三步，向右行四步，再自转，再向前行五步。其实呢个自转呢个谂法系点样谂出嚟嘅咧？喺试嘅过程当中偶然发现到，并且觉得呢一个方法系可行嘅，就将佢加入咗喺我哋个程式里面。咦，其实我见到呢个对手咧，好似喺度休息紧嘅喎。可能是他们的写的程式，即是部机器可能未适应到，或者是他们 detect 不到前边的正方体，所以他们就没有机器没有向前走，或者做任何其他动作。哦，即是其实本身那个镜头要 detect 到前面的正方体，然后才会动的。那你们其实本身有没有 detect 这样动作的？我们没有考虑要 detect 这个动作，因为我们不是太熟悉和不知點樣去寫呢類 program， 所以我哋就直接係向前又然後自轉五步以內嘅動作，就打算參加出嚟。哦，咁得意啊！依我而家睇翻個分數咧，好似即係好似都一面倒，直情係啲 cube 咧全部向曬係敵方嗰邊。係啊，因為對手嘅機器人又唔喐啦，咁就係得我哋自己喐，所以基本上係我哋。自己推一些正方體去我們那邊。那 Niki， 你玩這個比賽的時候，你覺得你怕不怕它一轉的時候會發回轉頭，發回去自己那邊的那裡？現在看到我發回自己那邊，都有這個考慮的問題的，因為始終都是要360度轉，所以我們是都預計不到個 cube 會去到哪裡，所以都是隨緣的。其實這件事隨緣很得意，是玩法的，這個是但是我們都是覺得將它變得簡單一點，前後左右其實已經可以做到很多事，還有再加上自轉，我們可以向前行向後行，也都是幫手。其實而家見翻個路線咧，你簡明講下個路線個 pattern 點樣防止佢向後發翻轉頭咧？即係我哋係會盡量會令到個機械人咧會喺翻我哋方向，即係我哋嗰一邊嘅範圍度轉啦，即係唔會向敵方嗰邊轉得。哦，即係唔喺敵方邊轉，即係費事發翻轉頭。係啦，所以。幾得意喎！同埋我哋咧都會行好少步數，因為咧如果行太多步數咧，就會推到紅線後面，推到紅線後面推翻去四至五步左右。咦，我聽翻咧，好似你話參加呢個比賽咧，係即係阿 Sir 咧係最大嘅動力嚟嘅喎，係咪啊？係啊，阿 Sir 鼓勵我哋參加呢個比賽啦，佢認為呢個比賽咧係對我哋獲益良多啦，係可以擴闊到我哋視野，所以就叫我哋參加啦。即使係第一次唔識呢啲比賽呢啲規矩都唔緊要，試過好過未試咯。同埋我哋嗰日都遊覽中大，即係開闊咗佢哋眼界，真係從來冇去過咁大嘅地方咁啊！同佢哋啊，原來大海校舍咁大。好啊，咁將來有冇諗過想讀中大？我嘅心儀學科唔係中大嗰度，所以就未曾有呢個考慮。但係有機會嘅話，會希望都有一個交流咯，係啦。咁你心儀學科係咩啊？係浸大嘅傳理系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咦，我見翻頭先你揈嗰下咧，真係達到咗你嘅目的喎！或者一發咧，就即係本身由一分就得到兩分咁樣。咁其實你而家參加完呢個比賽啦，咁你最大得著你覺得係咩咧？真係認識到原來學校以外嘅其他學校都係非常有實力啦，而且係更早俾我哋去學習同埋研究呢類型嘅知識啦，令我哋覺得自己應該係向前學習咯。好啦，咁而家好似係完咗個比賽喎，阿 Niki 介唔介意幫我哋睇翻係攞幾多分啊？我哋係有三個曲咧係喺兩分區啦，而有一個咧就會喺一分區度嘅，因為有一個咧就係掂住咗中間嗰條線啦，所以就唔會有分數嘅作用。咁即係通常7分，我七分，咁啊大會就會將佢倍大五倍嘅，所以通常咧你哋係攞到35分，恭喜曬！咁你對呢個分數你覺得滿唔滿意咧？意料之外啦，完全係，因為冇諗到原來可以攞到咁高分啦，甚至係打敗咗對手啦，所以係意料之外嘅。亦都證明我哋嘅方法咧係行得通，未必係最好嘅方法，但係行得通。
得通的方法。咁如果要比賽啦，咁你覺得係最想多謝邊個啊？我會係最想多謝我嘅好同伴啦，梁培賢 Nicky 啦。唔係，如果冇佢喺 Round B 度用心良苦喺度思考呢個 program， 應該都冇呢個咁奇特嘅方法可以制勝到對手嘅。同埋我想多謝翻阿 Sir 啦，因為唔係阿 Sir 嘅鼓勵啦，同埋推薦嘅話，我哋都唔會參加到呢個活動啦，同埋令到我哋獲益良多。咁我兩個學生咧，佢哋好勤力嘅，自己走去中大，有一日我要開會，咁即係佢哋嘅付出真係有回報，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好欣喜嘅結果。恭喜曬啊嘛！你哋今次咧就呢個得到第二啦，恭喜曬先。咁啊，嚟緊咧，將來如果有呢次比賽嘅話咧，都好希望你哋再次參加。好，今日嘅時間係咁多，多謝曬。